威力导演的话也一样，很简单，就是找好图片素材、影像素材，然后这里文字这个文字工坊这里找一个绿色的，然后把它改成黑色，然后字体随便，大小就是符合就好，然后把它丢进来它。然后 Ctrl C 复制，Ctrl V 贴上，然后再修改，每只，然后拖过来。这个应该要这样子，就是比较麻烦一点。然后再复制，然后再贴上，然后再往下拉，跟刚刚那个一样，是往下拉，然后这样子。威力导演不太好做，因为他的工作窗没有那么多格。然后威力导演没有那么好用，就是他。没办法对齐，没有办法对得很齐。这样我就做三个字就好了。然后按一下预览，大概就是这样。OK，如果太多字的话就不太好用，建议就是。好像这里只有三个，OK，那就放三个字吧。好像可以新增轨道，对，可以新增轨道。如果你字有六个的话，你就再新增三轨，那它就变四五六这样子。四五六这样，那你就跟刚刚那个 A 一样的做法，把它堆叠下来，然后就会变成。你要的效果，OK。